2017年12月14日，四川省成都市杨幂成为某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言人，参加新一季新品发布会。她身着蓝色包臀裙配黑色运动装，青春靓丽秀美腿，透外套凹造型 T 台走秀，气场不输超模。12月14日，杨幂在微博中晒出一个关于自己眼睛的视频特写，并配文：“看谍照了吗？”视频中，杨幂的眼眸灵动，魅力十足，电影迷人，气场超强，直射人心魄。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白杨幂：“这是大幂幂的最美眼眸吗？真的是太完美了！我幂特写无死角，疯狂打 call 就好了。”还有比杨幂眼睛更美，仿佛已经洞察一切。前不久，杨幂罕见在微博晒出一张自拍照，还写道：“短头发，啦啦啦。”杨幂剪短发了，自拍依然是半脸。今年杨幂还荣获自拍不露全脸大奖。杨幂短发造型，而且最大亮点却是她头上的原亮色帽子。有网友猜测，杨幂会不会是暗示夜光剧本的真相？杨幂和刘恺威两人的婚姻状况，很多人都很好奇两人究竟有没有离婚。毕竟很多粉丝都是关心两人的。杨幂今年多次晒自拍，都是半脸示人，还引起潮流。微信朋友圈很多女生也学习杨幂，从全脸自拍变成半脸自拍。杨幂的半脸自拍，大眼色少女。